边飙车很强，倒车撞墙，超能进飞我莫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ey。今天呢，看到了吧？我抽到了这台 A 车光电游侠，所以就要跑跑看我的超能竞速，用仙速来。哈，不好意思，一直按到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直接开始，匹配成功。那你们就是看仙术，雪地大冒险吗？好，来吧。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跑个两场超能竞速吧。原本预定四场了，不过因为我还有事，所以就包容一下吧。强嘛，我先走了。弟兄们，哎呀，为什么每次都我撞飞？哼，太急了吧？应该现在，好了，空喷降落。来了，仙术飞翔吧宇宙。哎呀，失败，没关系，我的仙术的 lucky 鸟 ，surprise motherfucker， 来了 ，surprise motherfucker，surprise motherfucker，what the 这什么 bug？ 天哪，居然有 bug 啊！大哥，我错了，我马上就来，耶！很好，如预期的也冲过终点，第三名。没办法了，还不错吧这个成绩。最后一名的妹子果然是这个妹子，果然很好，得到了第二，没有第一没关系。今天第一次玩光电游侠，非常好。虽然表现不如预期，不过还有一次，来吧！超能竞速仙术，英文古堡啊，这应该没有仙术了，算了，没关系。这个是这个，可以给我名字吗？87，哎，算了，跟他一样，果然很霸气。290，好，不错，很有胆量。哎，为什么我的观众面小伙伴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你们面前呢，都表现得不好呢？现在开始，直接传啊！要我瞬间拿下第一。我的，
直接隐形，隐形技能没关系。哎，看我的！哎呀，仙术！我再飞一下，我的，妈的，还撞！可以给我名字吗？厉害！不愧是我队友。有没有马上来个仙术？第一名，瞬间第一。哎，哎呀，没关系。哎呀，真撞墙了！各位观众们，这有点状况啊。不过别担心，我相信，就算我失误，我技术也是不输人的。第一名我要拿下啊！哇哈哈！小伙计，想跟我比，差得远了。哇哈哈，看到没有？他说了新纪录，因为我根本没跑过。好的，那么各位观众们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点个赞，也可以持续订阅我。我是 Jo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